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。 咁悠游白书活动嘅第三个挑战关卡，我嘅出场阵容有艾尔文、Rachel、雷丁、奶骑、莉亚娜、黑毛。咁纯主角队嚟嘅，特登就出 Rachel 嘅，因为啱啱好今日升咗上六星。黑毛我就真心觉得非常好用，咁因为佢有主角嘅超绝啦，同埋攻击指挥系非常之实用嘅。而且黑毛个超绝真伤 15% 个部分咧，就非常之容易触发啦。咁讲翻正题先，机关用嘅放风筝嘅打法。咁放一隻上去拉走部分嘅敌人啦，然之后再逐隻击破。呢一关每位敌人嘅主动攻击前同埋结束行动之后都会回血。咁所以打法上建议咧，都系到一回合之内收拾咗啦，唔好俾佢有回血嘅机会。一关比较值得注意嘅敌人，我认为有两个嘅，系银狼同埋暴风。咁银狼啦，前后会偷呢个强化状态，而且佢身上面有 buff 嘅时候咧，就攻防都会额外提升。所以我建议用艾尔文嘅大壳，就用嚟打银狼嘅。咁大壳咧就会驱散两个 debuff 啦，驱散两个 buff 啦，同埋降攻嘅。咁暴风啦，佢就前后会回血嘅。咁艾尔文就想刺佢一下剑魂啦，系会揿嘅。咁呢一关大致上系咁上下，祝大家顺利通关，拜拜。これが私の信じる心です。はい。行くぜ。命令を全力で行け。ご命令を行くぞ。ご命令を人思考そしてご命令を準備はできてるわ。はい。行くぞ。ご命令。全力で行け。よし。ご命令を。行くぞ。ご命令。はいよ。もう私の番？
思考、そして行くぜ。正面突破。思考、思考、そして命令を。行くぞ。そうだ。まだ終わらないよ。ご命令。行くぞ。よし。はいよ。よし。ご命令を。準備はできてるわ。はい、行くぞ。準備はできてるわ。行くぞ。そこだ。ご命令を。よし。はい。全力で行け。行くぞ。準備。行くぞ。はい。全力で行け。